我们上一集说到，这淮南王司马远，哎，听到皇帝哥哥派来的招使前来，心中没有任何怀疑啊。他怎么说呢？他就认为当时来人肯定手持的招旨，就是派自己讨伐司马伦的圣旨。于是呢，他命令手下开阵，让这个符印进来，自己呢从兵车上跳下，跪地接招。这个符印呢，这个奸贼呢，他是禁卫军军校出身，身手特别敏捷，一身武艺，忽然拔出刀来，所有的人惊奇之中，一下子他就把司马允的脑袋砍下来了。我们要知道，当时淮南王司马允左右虽然有千人之众都跟着他，这些人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主公哎脑袋落地了。接着呢，这个符印还艺高人胆大，口宣诏令，表明他是受皇帝之命斩杀司马允。这个时候，他身后的那些禁卫军军将也跟过来了。符印指挥，马上把军中司马允三个儿子杀掉。司马允死年才29岁，京城百姓听闻这个王爷被杀案，哎，就没有不叹息的。事后呢，司马伦、孙秀也是大加株连，把这个司马允手下的那些武将啊、战士啊、文人啊、从人啊，杀掉数千人。那么斩杀了淮南王司马允父子之后呢，孙秀又报称，就对外声称啊，潘岳就是那大文人、大美男子，还有卫尉石从，以及石从的外甥欧阳剑，这些人都是参与淮南王的密谋，他们都准备谋反，就把这些人都牵扯到案子了。潘岳这个人自不必说，孙秀是个小人，在他没有发迹的时候啊，他曾经在潘岳手下当那个就是那种特别低级的那种小吏，多次因为他行为狡诈受到这个潘岳的责罚，一直怀恨在心，所以说他必报前仇。那么欧阳剑呢，做尚书郎的时候呢，曾经上表奏称赵王司马伦啊，罪大恶极，因此呢是和赵王司马伦有冤仇。石从呢，本来就是贾密的亲党，那么贾氏宗族被收捕之后呢，他这个时候已经被免官于家了。我们一说起石从，大伙儿都知道石从和王凯斗富，就是那大富豪，没事派自己手下美人劝酒，别人不喝他就杀美人的那个人。这石从被免官之后，他家里钱太多了，住那大豪宅，住那大别墅，而且那后宫美人啊都有数百人，而那些美人个个的都是望之如神仙，长得貌美如花，而且他当时就是家中豪富嘛，所以说即使他免官之后，家里美人还在。家里的所有财产也都在。孙秀呢，这个时候已经掌握了大权了，试验熏天啊。他就听说石从家里有一位名叫绿珠的美人，不仅漂亮，而且还善于吹笛。于是呢，他就派手下人前去索要。你说你现在都被废在家了，我从你手里要个美人得给吧？石从当时正在他的金谷园别墅宴饮呢，大开宴席，就让他的数十位那些美人都出来。任孙秀派来这个人你挑吧，使者不上当，看了一圈之后表示，您这些美人确实个个都漂亮，绝对都是绝色美女，但是我受主公之命，我们孙秀孙大人说了，只要求带那个绿珠走，不知道哪一位是绿珠。石从听后勃然大怒，绿珠无所爱也，不可得也。孙秀的使者呢，其实也很沉得住气，就还低声劝说，哎，石大人，您博古通今，愿您三思而行。石从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就是不行。使者呢出去之后呢，估计也觉得替这个石大人有点惋惜，又回来了，又劝说石大人，您就把绿珠交出来了。石从就是不交。孙秀闻言大怒，当时他就正在推审淮南王这个造反案了，就所谓的造反，他认为的吧，顺便就把石从的名字也加入逆党之中了。因此呢，当全副武装的士兵前往逮捕石从的时候，这老哥们儿呢正在楼上欢宴了，因为他家里的大别墅好多高楼，忽然看见一群兵士呼啦啦闯进，周围都是白刃。他转头对身旁的绿珠这个绝色美女就说啊，哎，我今天是被你得罪啊。绿珠呢也是一烈性女子，当时哭着就说，妾当笑死于您前。说着话之后从那栏杆就跳下去了，当时就跳楼自杀了。
当时石崇呢，他自恃是晋朝功臣之后啊，你想他爹从那辈起，他的爷爷什么的，那都是替这个晋朝，包括先前的曹魏干了不少好事儿，觉得自己有大功，尤其是他爸爸，没想到自己呢会被杀，所以呢更没想到自己呢这家族会受到牵连，因此呢当时他看着这些兵马来抓捕他，还对走着的从人安慰他们。哎，我不过是被朝廷啊流徙到胶州啊什么广州啊岭南啊那燕帐之地啊，你放心，我肯定没事。谁知呢这个囚车并没有把他押到那些官府的监狱里去，而是把他和他一大家族的人三族径直抓起来之后运到哪儿呢？东市刑场。到了这个地方，石崇才知道啊要死了。他自己叹息道，奴婢们是看上了我的家财啊。旁边呢骑马押送的军校听他这一说，就回驳他，知财至害，何不早散？你知道你这个财最后会害了你，你何必不早早的把这些财富散掉呢？石崇这个时候是无言以对。美男子潘岳那边呢，也是一大家三族啊，依次被抓，校验正身，直接以那个监车载送东市刑场。眼见自己白发苍苍的老母也身陪所惧，想起自己亲妈先前对自己的劝解和叮咛，潘岳这时候也泪如雨下，跪拜于地啊，儿父阿母，哎，儿子辜负您了。史书记载，不仅潘岳自己和他妈被杀，包括他的兄长侍御史潘氏，他的弟弟阉令潘豹，司徒院潘据，包括这个另外的弟弟潘审，包括他兄弟那些孩子，包括已经出嫁的那些女孩，五长幼一时被害，潘家被杀个精绝。那么这位美男子披头散发押到刑场，忽然看见大富豪朋友石崇一家好几十口，上百口，实际上这好几十口就是石崇最贴近的，他三族陆续也要被诛杀，都插着镖跪在那儿。石崇一抬头，在这个场合看见潘岳，他也吃了一惊，马上明白事由了，苦笑着说，安仁你也有份儿啊。潘岳呢看见石崇这样，自己问自己，回思前因后果，也苦笑对石崇说，今天真可是白首同所归了。白首同所归是潘岳有一首诗叫金谷集作诗，他陈述啊，当时文章二十四友嘛，都和贾密在一块大别墅里欢笑谈诗，那个时候切磋诗意的时候，他这个诗是描写那个欢乐时光的，怀念那些风花雪月的。当时他其中有两句是什么呢？头份即时有，白首同所归，一语成谶啊，今朝显艳了。潘岳原诗啊本来是讲两个人的友谊特别深厚，当一起白头的时候，一起终老田园，就是所谓的白首同所归。殊不料呢，横祸忽然来临，两个人一起于盛壮之年血溅黄壤，也是同所归了。说完了潘岳和石崇的下场，我们回头再接着说啊晋朝的中央政事。那么贾后被废掉之后，晋武帝的亲侄就齐王司马炯，哎，居功不小。你想他的爸爸司马攸啊，是司马炎亲弟弟，差点被司马昭立为世子。但事后论功行赏呢，他只得了个游击将军的这样的职位。为此呢，齐王司马炯特别不满意，大有恨色。孙秀呢，察觉到这位王爷泱泱不快，又怕他在京城会生出什么事端来，马上一纸诏书把他外调，让他坐镇许昌。为了继续抬高赵王司马伦的威望呢，加快他的篡逆步伐，孙秀就在朝议上提出为司马伦呢加九次。我们要知道，只要人臣加九次，一般距离篡位就有半步之遥了。这个提议呢，几乎就等于是赵王司马伦给他自己封官。那所谓的朝廷当然同意，朝廷就是他们自己。那么司马伦得了九次之后呢，他那些儿子呢，哎，都得到了各路禁军的大权。孙秀呢自然也水涨船高，加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等等官员，但实际上真正朝权都在他手中。那么司马伦这个老王爷和他那几个儿子呢，都是庸愚无识之徒，所以大奸雄司马懿这个儿子确实是不孝，这支血脉出奇的差，一代不如一代。那么真正的幕后主人公呢，就是寒人小吏出身的孙秀。这位孙秀呢
特别狡猾，又贪又淫，和他共事的人呢，又都是一些邪人，啊，这些人呢就是竞逐啊这个利益，没有任何人有深谋远虑，而且他们这帮人当中也不团结，个个呢有个人的利益，个个有着个人的小圈子，所以说呢，小人得志，因时趋势。孙秀有个儿子叫孙慧，形貌短陋，长得又矮又瘦，长得就像一个下等的那个普利一样。那么为了彰显他老孙家，孙秀呢，竟然把惠帝的亲生女儿河东公主娶为儿媳。我们要知道，一年前啊，这孙秀的儿子孙慧啊，还和一些商人的儿子在洛阳城西边卖马呢。如今呢，城中百姓忽然听说这丑八怪马贩当了驸马爷了，没有人就不感到惊奇了。河东公主虽然她的爸爸是大傻帽，她的妈妈是这个又黑又丑的这个贾南风，但毕竟人家也是公主身份，竟与这样的一个人成婚，也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了。那么在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春正月，孙秀与司马伦再也等待不了了，就派晋惠帝的堂叔益阳王司马威去晋惠帝那里去逼这个大傻帽啊禅位、让位。晋惠帝这个人虽然说是捏呆半傻，但他也知道身上的喜寿啊，就是那个印玺和那绶带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是象征他皇帝身份的东西，他就抱着不放。司马威伸手就夺，差点就把晋惠帝手指掰断。这大傻哥们儿坐在地上嗷嗷大哭。而后呢，赵王司马伦就派这些禁卫兵啊，把这个晋惠帝押到晋雍城，表面上还尊晋惠帝为太上皇。这样一来呢，他的辈分完全乱了套。你想，司马伦是惠帝的叔爷爷辈儿，侄孙竟然成为自己的太上皇，简直是就是乱了天下的大伦。同时呢，他下令把已经立为皇太孙的司马昱，就从前太子的司马昱的儿子送入密室，一刀结果。你想，可怜数岁小儿，这小孩生于天家，没有几天好日子可过。那么赵王司马伦继位之后呢，他也改元啊，改元建始，坐上帝位。坐上帝位之后呢，司马伦也是大封功臣，孙秀啊、张林啊、什么司马威那些人啊，加官进爵。别的党羽呢，都是为卿啊、为将啊，都是越级提升，不可胜计。下至那些给他效劳的那些走卒啊，包括那些官奴，都加以爵位。每次朝会之时呢，貂蝉满座，时人谓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所以说“狗尾续貂”这个典故就是出自赵王司马伦。司马伦虽然当了皇帝啊，你说真正皇帝是谁？显然是他手下孙秀。因此，孙秀呢专职朝政，司马伦所出的诏令。就是司马伦本来他自己也想委派谁当个官嘛，孙秀就自己更改涂抹，自己在那皇帝专用的清纸的上写诏书，或者是朝行夕改，所有的一些官员啊，一会儿变成这个官，一会儿变成那个官，谁跟他好加官，谁跟他不好马上给你免官。为了安抚宗室呢，拉拢人心呢，孙秀当时也以司马伦名义呢加封了骑马司马炯啊坐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呢坐镇邺城，还有那河间王司马融呢就坐镇关中，给这三个王爷呢都加以大将军的名号，并把呢司马伦的亲信啊许多人派出给这个三个王爷充当辽佐，充当辅助，实际上就是派这些人监视这三王。赵王司马伦称帝才两个多月，在许昌坐拥强兵的齐王司马炯就派人转告成都、河间、常山、新野四个王爷，都姓司马的，一夕天下，发兵讨伐赵王，司马伦，声称啊逆臣孙秀迷误赵王，当共诛讨，有不从命者诛及三族。一时之间天下响应，等于是军队赶到这个洛阳附近的时候啊，已经汇集了20多万人。孙秀、司马伦听说几个王爷起兵了，大惊不已，没办法，硬着头皮派遣亲信将领张宏、士一、许超，这都是从前禁卫军将啊，包括这孙慧等人，率领精忠禁军四出拒战。司马伦、孙秀这两个人呢，平常还特别信那些巫术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跳大神的，日夜祈祷，压胜以求多福，天天弄几大帮人，又是男又是女的巫婆神汉在那跳大神。也是恰巧，这个齐王司马炯在颍阴啊就被那个张宏打败了，
孙慧呢、释宜等人领那个禁卫军呢，又在黄桥大败城突王司马颖，杀掉了司马颖手下数万兵马。消息传回宫内呢，孙秀、司马伦大喜，觉得你看我大神跳得太好了，因此呢大赏黄桥啊，这个得胜之功，包括禁卫军军将释宜啊、许超啊，包括这个孙秀的儿子孙慧啊，都得到了高的封赏，个个赏于矢持节这样高的衔号。如此一来呢，这三个将领地位相当了，都是矢持节了，各不相从的军政不一了，谁再也不听谁的指挥和调动了，都觉得我们已经都坐镇一方了。一骄傲，他们对于英未退金的败军之将成都王这个司马颖就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以为啊成都王司马颖的军队朝夕可灭。那么在黄桥大败之后呢，成都王司马颖啊本来想撒丫子逃跑，他被手下的这个文人模式卢志等人劝住了，并称孙慧等人凶械之一，忽然又发起反攻了，大败敌手，因此就乘胜长驱渡过黄河。你说这三个败将带领数名残兵败将就跑回洛阳城内了。孙秀一看，哎，你们刚刚胜，怎么忽然又大败了呢？一下心中大惧，忧愤不知所为。几个人呢就连夜商量对策，有的说西，有的说东，有的建议收败兵出逃，赢的小样说什么咱们把这宫殿烧了，这一烧趁乱怎么才好跑。有的呢还提出干嘛呢，咱挟持司马伦，他们现在是皇帝，咱们南逃荆州。还有就干脆劝说孙秀，咱们就把宝物啊这些东西搜掠一番，咱们就坐船东逃入海。你看这些人他不是说想着怎么样抵抗对方的进攻，就想怎么跑了。正当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手中长有精装的这个禁兵的左卫将军王宇一看这帮人靠不住，他忽然窝里反，率领700多禁军兵士从南掖门杀入皇宫，把这个孙秀啊、许超啊、释宜这些人啊全部都杀了，马上召这个宫内大臣入殿，强迫司马伦发招。发招内容是什么呢？吾先前为孙秀所误，哎，惹怒三王，今以诛杀孙秀，迎娶太上皇复位，吾归老于田亩。就是说自己实际上赵王伦让他自己宣称自己退位了。于是呢宫内高举邹于藩退兵解兵啊，数千甲士呢这个时候就宫内禁卫军啊把这个惠帝这个大傻子又弄出来了，等于惠帝是复辟了。估计当时啊这个晋惠帝也非常郁闷，哎，怎么总是大半夜把自己从被窝中喊醒，稀里糊涂的一会儿被拥上殿，一会儿又被弄去金庸城。事定之后呢，三王入城，马上下诏杀掉赵王司马伦四个儿子，普斩孙秀等人的那些亲党，他那些亲党还没被杀嘛，并派人送金屑酒给赵王司马伦赐死。估计啊这金屑酒啊还是这个数月之前的内廷啊为这个贾南风贾皇后配置喝剩下的，如今呢又轮到这个赵王司马伦尝鲜了。司马伦当时又惭愧又惊恐，他以金覆面，拿着这个一个金箔蒙在自己脸上，喝完酒之后还嚷嚷，哎，孙秀误我，孙秀误我，饮药自杀。八王之乱，这八王之中司马伦赵王是第三个上西天的，先前被杀那淮南王司马允是没在八王之中的，因为他这个是没有算在那个系列的。这次王爷之中的混战虽然只打了两个月，却战死了兵士10多万，等于成为司马皇族啊他内部血战第一个高潮。如此呢，晋惠帝复辟了，篡位的赵王伦被赐死，齐王司马炯呢自然也要大赏功臣。那么齐王司马炯呢获封为大司马加9次，成都王司马颖呢将军加9次，河间王司马融为太尉也加3次，常山王司马懿呢改封为长沙王啊，封为辅军大将军。期间呢，齐王司马炯是惠帝的堂兄，成都王司马颖和常山王司马懿呢和惠帝呢都是同父异母的同房兄弟。我们想一想，这几个人都是20-30岁的青壮年王爷。河间王司马融呢是惠帝的堂叔，年纪也就在40左右。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在一块儿，宫中横坐的又是一大傻帽皇帝，谁和谁都不能向对方低头。
那么当时呢，亲手夺取惠帝喜寿的益阳王司马威呢，从外退兵到了九曲，就是今天河南巩县。忽然听说赵王司马伦倒台了，慌忙丢下他所统军队，逃归洛阳，到他那王府里戴罪。诸王商议，毕竟都是宗室嘛，想饶他不死。你说一直呆呆坐在上座的惠帝忽然发话了：“阿皮掰我手指，夺我喜寿，不可不杀。”阿皮是谁啊？就是司马威的小名。你说这傻哥们一句话，也是他当皇帝这一辈子唯一自己做出的决定。那些王爷一听，既然皇帝都说了，那只能把他杀了，就派人把这司马威给弄死了。刚刚安定没几天呢，数位王爷各自结伴去拜祖陵，毕竟刚平定一个大事嘛。在途中，我的新野王司马欣就劝说齐王司马炯：“您和成都王一起建立不世之功，应该留下他在京城辅政。如果您没这个心，你就应该削去他的兵权。”这一厢呢，长沙王司马懿在拜陵时候就对义母兄同房的成都王司马颖也建议：“天下者先帝之业，王懿为政之。”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天下是五帝一系的人来继承，我们要提防齐王，他不是我们这一系的。那么成都王幕下高参卢志，这是个文人，就提出以退为进这样的谋略。他对成都王说：“齐王当时号称百万之众，为张宏所败，正是王爷您强攻孙慧才成大功，两雄不俱立。大王您现在应该以太妃，就是成都王的生母，有病为由，您以此为理由，上表还归邺城。我不在首都待着了，朝廷呢肯定会委重齐王，此举呢可收四海之心。就说您以退为进，现在您就回归邺城了，把首都让给齐王吧。”成都王司马颖还挺听话，马上入宫辞别惠帝，与手下从人快马加鞭从洛阳返回的邺城。从此呢，京城的市民、天下的百姓对这司马颖成都王的高风亮节赞许有加。你看人家不争权不夺利。回到邺城之后呢，成都王司马颖又推却九次这个书礼，我这个我不接受。然后又赈济灾民，埋葬阵亡将士，一时间是深受爱戴。其实呢，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手下高参卢志给他出的主意。历史书上记载呢，司马颖呢貌美而身昏，不知书，言气性敦厚，委事于卢志，故得称其美焉。就是说，司马颖这个人虽然长得非常漂亮，但实际上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主意，也不知道书艺，但是这个人还是比较厚道的，所以说他什么事都听卢志的，因此呢，他得到当时天下人的赞美。那么齐王司马炯呢，一直怀疑当时的大才子陆机啊，是为赵王司马伦啊，这个篡位的时候写的那个诏书，他就把陆机啊、陆云兄弟抓起来想杀掉。成都王司马颖听说之后呢，就为他辩解了，把二人救了，而且把这个陆机啊表为这个平原内史，陆云为清河内史，就让这两个人外出当官的躲开了那齐王。陆机、陆云他们的朋友就劝他们：“你赶紧回自己老家的吴地。”他们从前是东吴的大臣嘛，远离这洛阳是非之地。但陆机当时认为呢，司马颖成都王对自己有保荐之恩，就想留下来，找机会立功报答这位王爷。那么齐王司马炯手下有一个人，大文士，东曹院叫张翰的，张翰字季英，他也是吴中人士，东吴人，跟陆机、陆云兄弟是老乡，人在洛阳。秋风起处，他就说啊，思念吴中老家的纯菜羹和鲈鱼块。叹息说：“人生贵得是一耳，何能既换数千里邀名爵？”于是随命驾回家，这就是千里命驾回家，吃这个好吃的，这样的一个典故。这举动太聪明了，最终保全性命。你说纯菜汤、鲈鱼块，真正多好吃吗？但以此为借口挂帆而去，不仅能避祸，还能留下千秋万古的潇洒美名。所以说，张继英这个人，绝对是真名士。那么由于惠帝的太子司马昱呢被贾后杀掉了，司马昱两个儿子呢又被赵王司马伦杀掉了，惠帝呢那大傻帽他就没有继承人了。按照继承的顺序，大将军司马颖应该被立为皇太帝，但是呢齐王司马炯当然不会任这个情势这样发展下去，他就奏请了立惠帝的侄子年方八岁的司马谭为皇太子，他本人呢自任太子太傅，并加奉亲信东海王这个司马越为司空。这个东海王司马越也是惠帝的族叔，这个辈分。
那么齐王司马炯大权在握之后，他又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我们下一集再说。